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，爱买首次在中秋节期间推出满额优惠活动，21分之9、22分之9全天单笔付款金额全馆满1500元以上，即享9折优惠。回馈方式以现金抵用券发放，刷远东商银信用卡，限量加码送50元现金抵用券。中秋礼盒热卖，爱买统计礼盒类产品销量第一名，同时也是月饼销售冠军。爱买现烤月饼，全系列12种口味，横跨传统口味，奶油乌豆沙蛋黄酥、奶黄红豆酥、小卤肉绿豆碰等，及创新口感蜂蜜甜心酥、紫金芋头酥、花生 Q 心酥、樱花虾酥等。爱之味牛奶花生汤则延续中元节强力买气，加上大人小孩都爱的软绵花生口感，成为第二名。水果礼盒以中秋当季文旦，水梨为大宗，花莲鹤冈文旦礼盒每箱重达10台斤，特价199元，已卖出破万箱。另一项当季水果梨子也是送礼首选，爱买精选台中东市总统梨礼盒6粒799元，多汁口感加上甜度11度，品质保证，几下价格较占优势的韩国梨礼盒成为送礼热门选项。爱买表示，今年中秋礼盒销量占比水果及月饼就占了50%，酒礼盒约占30%，保健营养品则占约20%。今年首次在中秋档期推出的满额9折活动，预期可再增加1-2成业绩。爱买现烤月饼，爱买提供中秋档期，爱买推出限时优惠，爱买提供总统礼礼盒，爱买提供